香气助威，蔡依林硬挺鸡奶拉翻金曲。哎哎哎，长官，你觉得这次金曲奖星光大道哪个女星最美呀？嗯，我都没有在看脸的，我只看到那个生皮，看到肚脐，加上割肉半边的鸡奶。我一直在期待会不会有意外的小惊喜出现，但那对奶竟然没定没当，没定没当，没定没当。哇嘞，那是蔡依林啊，人家那套 La Bonne 的生命礼服要价50.04万耶。嗯，那她胸部是打玻尿酸捏，不然怎么都没走光。人家这次是有神器助阵，讲讲就是这个好莱坞专用的巧乳胶带，只要先将一半贴在胸部上方，剩下的一半往上拉到你想要的高度再贴上。你看看 before and after 标高差好多呢，而且还号称呢，让你在星光大道上跳绳也不会走光哦。哦，这真是太神奇了 ，Jolin。可是这么黏，撕开的时候鸡奶不会破皮你哦？人家是专业产品，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而且 Jolin 的奶有没有受伤，也只有锦荣看得到吧？也是啦，不过锦荣哦，没有跟他一起去金曲奖，该不会又跑去把妹了哈？才没有呢，人家锦荣最近啊很认真工作，在拍大陆节目的时候也只有跟牛垃圾搞怪，又逗趣超可爱的，而且跟穿少少的妹拍照也没有毛手毛脚哦，看来被 Jolin 驯服得很乖呢。切，明明眼睛就在乱瞄，我戳瞎你双眼。